家好，我们又见面了。여러분안녕하세요지난시간에공부한삶과参观工厂은다이해하셨죠비즈니스를할때상대편을철저히파악하려면공장참관은빠지면안되는부분이기때문에관련표현들을잘알아두시면좋습니다자오늘은여러분과사과상품질량상품품질을함께공부하겠습니다먼저첫번째회화부분부터시작하겠습니다왕부장님이박사장님과상품품질에관한문제를전화로이야기하는장면입니다먼저대화장면부터보시겠습니다您好，我是万盛服装贸易公司的王部长，请问是朴经理吗？您好，我是朴经理，您请说。朴经理，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已经收到了贵公司寄来的样品，关于一号样品和二号样品，我们还有一些疑问。是哪方面的疑问呢？您请说，我一定会为您做详细的解答。一号和二号样品，无论是款式还是颜色，都无可挑剔。我相信这两款服装一定会深受大众的喜爱。但是，这两款的质量似乎有些差别。二号的质感更好一些。摸起来也更舒服。您说的这点，我为您解释一下。这两款所采用的制作工艺略有不同。一号采用的是纯手工工艺，而二号使用的是数码印花，因此手感更柔软一些。但您放心，所有的服装我们都会保证质量的。哦，是这样啊。那我了解了，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释。재현상황을잘보셨나요그럼본문에나온세단어를알아보겠습니다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자같이읽어보시죠沟通沟通소통하다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沟通사람과사람사이에가장중요한것은소통입니다解答解答해답하다대답하다我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이질문에답변해드리겠습니다无可挑剔无可挑剔흠잡을데없다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그는흠잡을데없는사람입니다似乎似乎마치뭐뭐인것같다他似乎对我们不太满意그는우리에게그다지만족하지않는것같습니다略略약간좀您提出的价格略高一些당신이제시하신가격은약간높습니다沟通解答无可挑剔似乎略이와같은단어들은비즈니스회화에서자주등장하는단어들이니꼭기억해주시기바랍니다자그럼이제회화내용을해석하면서필요한표현에대해알아보도록하겠습니다먼저첫번째대화내용을보시겠습니다您好我是万盛服装贸易公司的王部长请问是朴经理吗您好我是朴经理您请说자같이한번읽어볼까요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好我是万盛服装贸易公司的王部长请问是朴经理吗
你好，我是朴经理，您请说。이부분은두사람이통화할때인사하는내용입니다아주쉬우니해서만하면될것같습니다您好，我是万盛服装贸易公司的王部长，请问是朴经理吗？您，안녕하십니까만성의류무역회사왕부장입니다박사장님이십니까라는뜻입니다您好，我是朴经理，您请说는안녕하십니까저입니다말씀하세요라는뜻입니다이어서다음대화내용을보시겠습니다朴经理，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已经收到了贵公司寄来的样品，关于一号样品和二号样品，我们还有一些疑问。是哪方面的疑问呢？您请说，我一定会为您做详细的解答。같이읽어보시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朴经理，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已经收到了贵公司寄来的样品，关于一号样品和二号样品，我们还有一些疑问。是哪方面的疑问呢？您请说，我一定会为您做详细的解答。이대화내용에서중요한오해는关于입니다关于는계사로뭐뭐에관해뭐뭐에관한이라는뜻입니다일반적으로동작이나행동과관련된범위내용등을나타내며항상문장앞에와서관이뭐뭐라는구문으로표현합니다예를들어관于这件事我觉得应该再商量一下이일에관하여좀더상의해봐야할것같습니다뿐만아니라관于는명사를수식해관용절로쓰여관于뭐뭐的명사로나타내는경우도많습니다예를들어我想买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나는중국문화에관한책을한권사고싶습니다같은표현이있습니다또您请说我一定会为您做详细的解答도중요한비즈니스표현입니다한국어로말씀하세요하나씩자세히답변해드리겠습니다라는뜻입니다비즈니스협상을할때상대편의질문에이렇게대답하는표현을많이사용합니다我一定会尽力为您解答최선을다해답변해드리겠습니다我可以为您做最专业的解答가장전문적인답변을드릴수있습니다등다양한표현도가능합니다자다음대화내용을보시겠습니다一号和二号样品无论是款式还是颜色都无可挑剔我相信这两款服装一定会深受大众的喜爱但是这两款的质量似乎有些差别二号的质感更好一些摸起来也更舒服您说的这点我为您解释一下这两款所采用的制作工艺略有不同一号采用的是纯手工工艺而二号使用的是数码印花因此手感更柔软一些但您放心所有的服装我们都会保证质量的먼저같이읽어보시죠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대화내용이기니까저와함께천천히읽어볼까요一号和二号样品无论是款式还是颜色都无可挑剔我相信这两款服装一定会深受大众的喜爱但是这两款的质量似乎有些差别二号的质感更好一些摸起来也更舒服您说的这点我为您解释一下这两款所采用的制作工艺略有不同一号采用的是纯手工工艺而二号
使用的是数码印花，因此手感更柔软一些。但您放心，所有的服装我们都会保证质量的。이대화내용에서중요한표현은1号和2号样品无论是款式还是颜色都无可挑剔입니다1번과2번샘플은디자인이든색상이든흠잡을데가없습니다라는뜻입니다여기서의无论都라는구문이중요합니다无论都는뭐뭐를막는하고뭐뭐하다라는뜻으로앞절에나온조건과상관없이뒤절에나온결과가변하지않음을나타냅니다접속사无论은无论不管과바꿔써도됩니다예를들어无论上什么课他都非常认真어떤수업은듣든그는언제나성실합니다不论你工作还是不工作都跟我没关系당신이일을하든안하든나랑상관없어요등의표현이있습니다그럼연습을한번해볼까요자잘들어보세요무슨일을하든성실해야합니다를중국어로뭐라고할까요자저와함께정답을말해볼까요정답은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认真입니다여러분맞추셨나요자이제我相信这两款服装一定会深受大众的喜爱를살펴보시죠이문장은저는이두스타일의옷이반드시대중의사랑을받을것이라고믿습니다라는뜻입니다여기서의深受누구누구的喜爱는중요한구문으로누구한테사랑을많이받다라는뜻입니다深은정도부사로쓰이며한국어의많이에해당합니다이런구문으로표현할때喜爱뿐만아니라欢迎欢迎하다尊敬尊敬하다敬爱공경하다关注관심을가지다瞩目주목하다등동사도쓸수있습니다예를들어한국服装深受中国人的喜爱한국의류는중국인의사랑을많이받습니다全球变暖深受全世界的关注지구온난화는전세계의주목을많이받고있습니다등의표현이있습니다자그다음에2号的质感更好一些摸起来也更舒服를살펴보시죠이문장은이번은질감도좋고만지기에도편합니다라는뜻입니다여기서의摸起来가아주중요한표현입니다摸는손으로사람이나물건을만지다라는뜻이고질来는일어나다라는뜻입니다알아두셔야할것은질来의사용입니다아시다시피질来는동사뒤에나와방향보어로쓰이는경우가많습니다예를들어站起来爬起来등이있는데모두일어나다라는뜻입니다그럼摸起来起来는무슨뜻일까요여기서의起来는일어났다라는뜻이아닌확대의미로어떤방면이나상황이어떤지를평가하거나판단한다는뜻을나타냅니다이런경우에起来는看说做笑吃穿등동사와잘결합합니다예를들어什么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무슨일이든말하기는쉽지만실천하기는어렵습니다她笑起来很好看그녀는웃는모습이예쁩니다등의표현이있습니다여러분이해하셨나요자마지막대화내용을보시겠습니다오是这样啊那我了解了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释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같이읽어보시죠오是这样啊那我了解了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释이내용에나온是这样啊는
여러분잘아시죠한국어로그르구녀라는뜻입니다일반적으로몰랐던사실을알았을때무엇을깨달았을때많이사용하는표현입니다강조하려면原来是这样啊라고해도됩니다자회화내용에대한해석은여기까지입니다여러분다이해하셨습니까그럼본문복습을위해대화장면을다시한번보시겠습니다您好我是万盛服装贸易公司的王部长请问是朴经理吗您好我是朴经理您请说朴经理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已经收到了贵公司寄来的样品关于一号样品和二号样品我们还有一些疑问是哪方面的疑问呢您请说我一定会为您做详细的解答一号和二号样品无论是款式还是颜色都无可挑剔我相信这两款服装一定会深受大众的喜爱但是这两款的质量似乎有些差别二号的质感更好一些摸起来也更舒服您说的这点我为您解释一下这两款所采用的制作工艺略有不同一号采用的是纯手工工艺而二号使用的是数码印花因此手感更柔软一些但您放心所有的服装我们都会保证质量的哦是这样啊那我了解了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释오늘수업은여기서마치도록하겠습니다모두수고하셨습니다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大家辛苦了再见